大家好，我是 Carpenters 的 Xavier Go。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淡滨尼的三房四主。这间房子的设计风格是日式简约风。一进门，我们会看到一排木色和白色配搭的鞋柜、电视橱，以餐桌椅的结合，加上木质的吊顶，可以完美的营造简约时尚的氛围。地板方面，我们使用了浅灰色的 vinyl floor 来综合整体的颜色配搭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到待客和收纳房。这个房间我们运用了收纳地台做基础设计。除了收纳功能之外，这里还隐藏了一个小茶几，亲朋好友可以在这里聚会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房间里还有衣柜和书柜，供屋主收纳和在家办公。主人房这里，我们有一个衣橱、办公桌和一个 king size bed。我们运用了床头屏风来做一个连接，让整体搭配更加简洁美观。主人房厕所颜色，我们选用了 Sara Panel 来取代传统瓷砖。 Sara Panel 的接缝非常小，这方面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去打理我们的厕所卫生。氛围灯也营造了柔和和舒适感。厨房方面，我们把厨房柜放在左边一排，让我们整个厨房更加明亮宽敞。右边我们也设计了一个休闲用餐区，闲暇时可以在这里享受一杯饮料。我们延伸了客厅的木质吊顶来做厨房柜子和休闲区的配搭。我们休闲区墙的位置运用了灰色瓷砖来和地板做个呼应。厨房厕所我们运用了拉门来增加厕所空间。这间厕所我们也选用了 Sara Panel 来配搭厨房的颜色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